没有去烧哦，没有去练级，直接看到了一个兽王。Excuse me， 这一幕我好像见过，一级兽王学了个鹰，我操，这一幕好像真的见过。哇，一级兽王学鹰很灵性的，这一幕他剑圣一开始真的烧不了东西，但兽王也废了呀，兽王这个是废掉了，他没有召唤物，而且只能怂在家里，这他妈的异形。天哪，这个木问什么意思？一级兽王学个音，这他妈跟了个死死的，感觉林呱呱都懵了啊！还有这种操作，这他妈的加点的方式是我第一次见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首发英雄呢，你没有猪，你这个用完全没有意义啊！你看这个音，虽然说你能看到剑圣，剑圣也是看到你，那么现在暗夜没有任何的一个肉盾练级，你不敢练。然后现在的话，这边剑圣跟大家可以强杀你的，强杀你 AC， 你是跑都跑不掉啊。那么现在这个局，这个剑圣非常的刚，这里木刃是直接把 AC 给拉开。那么现在的话 ，AC 前期的时候感觉要崩了，还好这边是没有一个粉了，要有粉的话，这个 AC 血量会掉的非常的快。好，那么木刃的话，前期这里兽王升了个鹰以后，并没有什么卵用啊，你这个又属于双方对挂机。好，这了又是一个鹰一招，非常的秀，秀爆了，秀爆了。啊，哎呀，英皇来了。哎呀，英皇，你高潮了没？啊，木刃是一级兽王点了个音，请问英皇你高潮了没？我觉得这个啊，英皇的话应该是看到这一幕以后，哇，英皇会非常的兴奋啊，因为这是木刃的，你算是其他的一个选手就算了嘛，这是木刃的，木刃的兽也能声音，证明了一个道理，兽王一级声音确实可行的，确实是可行，而这个音确实是的比较灵性，你生猪的话有点怕这个剑圣。你生一个鹰的话，这里在人家脑袋上挂着啊，人家剑圣也拿你没办法啊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兽。